从今以后，除了学生，谁都袂用个下校。哎，老鬼，啊，你着爱注意呢。今仔日若食饭无付钱，千万袂当回行出这个门，绝对爱抵制白食白啉。是咧讲啥啊？什么白吃白啉嘛？是咧暗示啥？你奈食物件食到发脾气？你无带钱哦？啊，我着急要出门，袂记扎。哎，那边奈会用诶？你无带钱，我是要安怎处理？什么是要安怎处理啊？我到时阵这食饭的钱，我一定会摕互你啊！我是安怎要相信你？你若是出去就走去，我要去倒位找你？我是要走去倒啦？我唔知影啊！你看吼、哦，油饼你食吼？食啊！豆奶你啉啊吼？有啉一嘴啊？啉一嘴嘛是啉啊？安尼就是白吃嘛？什么叫做白吃？我唔是有讲过啊？等我等去摕钱，我会送过来啊！绝对袂用个瞎笑！哎呀，我已经有听到啊！报书连嘛同款瞎笑啊！报书连甲你也无同款啊！你是啥物人？你一个月赚偌济钱？那你要安怎嘛？我就是袂记诈钱啊！我袂记诈钱，我要安怎？我衫脱起来给你哦、喔。唔免，阮袂当摕你的衫啦。啊，无安尼，阮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合作社，遵循的就是合作原则，无劳动的人就袂用个遮。洗碗多少？洗碗？嘿啊！啊，无安尼啦，泡茶、洗衫、饲鸡、绿油灯、下豆灯，啊，搁迄个。两杯龙拢会用啊，你算。好，安尼我洗碗。丈夫先生，你来到洗碗了。哎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按照你的规矩来，一分钱可到影响海。我洗碗。无啦，你先食完就洗啦。我先洗，再搁食啦。要若无我食了袂安稳啦，这敢靠我来倒啊？啊，这碗嘞，恁碗放伫倒啊？哎，实在真歹势吼，你的物件还袂食完呢，你着要食完以后洗家己的碗。好啦，恩人，等恩人啦，你存办要惹恁老爸生气是无？谁惹你生气啦？苏月好，恁实在是，让恁爸给恁洗碗，伊一定把恁的碗拢滚破去。我就知影你无诈钱，哼！来，恩人，这恁爸给你的钱。各位同志，第三笔行李吼，多谢人客，立下。多谢丈夫先生。你早起敢毋是食过早顿啊？无食饱。本来今仔早起是我要来甲恁赞声做事，结果恁爸唔答应，坚持不爱让我来，结果吼，家己抢大生啦。重点是佫无早钱。刘碧碧兰，哎呦，我是头一次来恁家，坐我坐坐嘞。好，请是阮饲的鸡个鸭，这是共同财产。这边是洗澡房，真好，真好。你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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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袂放！你抱住下，就要有一千强赛讲我。这是我私人物品，怎做要强赛？你放手！你放手无？我袂放！你袂放，我大声话哦！你话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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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秀雄，冲下！放手！听恁东姐，你来拄好，你来讲看卖。参加合作社，先强赛主义，我叫东家，规暗拢无困，甲我的衫拢摆出来。既然强散啊，就袂当阁有这私人财产啊！我甲我十来衫拢摆摆出来啊！我着想讲，如冬姐伊是好嫁人囡仔，我着过来动冤意，甲衫嘛摆出来，才有三领辛苦呢。结果你知安怎？伊唔肯。你这位如冬姐有够无讲道理的，大家替我评理。伊七早八早走来开我的箱啊，叫我交衫，这箱啊内拢是我私人物品甲学习用具，无唔对。
内底是有裤，唔该是当当一个裤，你嘛无法度穿啊！你嘛无讲道理啊！啥我要穿你裤啊？哈！我无度穿你的裤，也无其他东西会当穿啊！你这样哪安尼啊？你只有三领新裤呢，你敢袂当分享好呀？裤已经破去啊，还是讲干那一领裤的东西？我猜你阁是大家推荐上位，我自私诶！我自私？我看你才是裤仔，你规阵合坐啊，你裤裤裤啊！啥讲乔三柱一定爱交裤啊？咱交通合作社将定了有这条。好啊，别阁吵。社员的衫是毋是爱共享？啊，无明确的规定。你有这个想法，会用提交大会表决一下，表决进程，维持即卖的做法。吃饭。委员长，陈总长到啊。好，别讲。什么重要物件啊？陈总长亲身送来哈。啊，你家己看啦。这是什么情形？机船接收拢退转来啊！发生什么代志？昨暗日本驻华公使小番约见我，还有闽意法四国公使，伊讲山东半岛问题核心，毋是中国佮德国的利益，是日本佮德国的利益，要求咱伫巴黎和会，莫做外心机。唉，今仔日早起，齐大总统就将我佮吴炳湘拢叫叫去，要求我。把这个请愿书搁办明证退行给你，要求吴炳湘采取措施，不加街头，袂当搁出现标语甲传单。也搁有闽英法四国大使馆，也将青岛的玉清批拢退转来。岂有此理！泼出去的水，敢搁收会转来啊？齐世强伊到底想要创啥？你甲我装笑的？青岛卖地也是？齐总统给我转告你，青岛当然要地。不过，要讲究策略，莫惹日本人生气，消不忍这段大幕啊！忍，伊敢知影忍？拍败就爱忍，拍赢阁就爱忍哦！我看这个国家吼是中邪啦！弱国无外交，这是铁律啦！安尼，咱就要讲什么公理啊？哦，迄四国大使馆是啥物情形啊？为你顺讲的话，嘛无准省心。美国大使馆甲批提转来时阵有特别交代，美国。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拢保持同款无变。哼，我看这不是的，这是信乎了。巴黎和会要惹麻烦了。别讲，已经有麻烦了。安怎行？代表团在接到国内人员排名的时阵，已经闹到变过啊。王正廷、大马市大总统看袂起南方政府，辞掉机放任不管，陆正雄规气走去瑞士，即马。拢靠顾维军在做周旋，这是意料之中啦。我已经分配发电部和陆正雄甲顾维军，平常时啊由顾维军出面，关键的时阵陆正雄就爱出马。委员长，稳到位啊，决心成立，使人配合。麻烦也是伫个国内啦，朱汝霖。中中上六中五这人真正可恶，亲敌派势力袂当看轻。讲来讲去吼，也是着要看外国人的面色，真正是无路用了。